民建普田站与机油站房并场设站两座站房的连接天桥为项目关键性工程，为上跨营业线施工，施工难度极大。为此，我们项目部经过与专家的多次论证与现场踏勘，最终确定为采用顶推滑移施工方法，并用5级网络技术传送至现场指挥室大屏，供指挥员决策，保证了施工全过程各环节的万无一失。